倒数第二首歌，流水可以出代志，周瑞熙出事情，出了什么事情？大家知影，上面有一个是写国光石化，国光石化，国光石化。如果你希望你未来的子孙都丢人调皮，那你就尽量建国光石化。如果你希望你吃到的蛤蜊都是绿牡蛎，那你就支持国光石化。好，那如果你希望我们可爱的小白海豚又符合到今天的主题动物权，我们要维护我们渔村的小可爱的动物白海豚，大家可以上网去联署，然后去做一个环境信托，保护我们的湿地，都是一个出台机。
oh